各位南方艺术家的朋友，各位伙伴弟兄，我们三个非常的辛苦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南方星球游园，南球体育，也会使讲咱带领咱整个大南港，咱也会使讲咱上界幸福的，因为咱南港每逢三年一考。咱就来一个气候条件平安世界，展望着啊，咱可以的这个大天会，会当来庇佑着咱百姓家家户户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幸福，财源广进，风调雨顺。尤其是伫咱这边度，咱这些委员会不少重视，特别聘请。咱三立电视公司在伫咧甲咱做宣传的这个作品，所以这就是咱这个委员会啊，不是有这个总部啊，伫咱这边特别来甲伊听听。那么来到咱新竹啊，伫咱这个财政部的这个里边，咱说明一下。是着咱大江人的这个口爱，特别就是咱大江上界有资本，上界有资本，特别就是是咱建国一百周年的时阵，咱大江上界的这个条件平安就业，希望着咱前进的，特别在。